主持人现在很惊啊！天哪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问他有关鸽子的？大家很好奇，因为他们很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一这样，然后就飞到那个灯罩。我觉得那灯罩一定有秘密。有啊，我觉得灯罩里面他们在吃料，这里面这个摆饲料啦。哎，他们工作完现在在客饭了。便当。是，刚刚有没有哪一段觉得特别的有印象啊，或是女生有没有什么想问魔术师的？ 从头到尾就是一直来不及，就是看到鸽子已经忘记上一个是什么了，就变很快，对，手脚很快，所以真的不愧是清水魔术节的冠军，给他掌声鼓励，谢谢。